他是趴在我胸口嘛，所以就是他有在听我心跳吧，然后就觉得他好贴近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是他很熟悉我，可是我却不是很了解他，因为就是真的就是第一次见面的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吧，对，应该只能用这种来形容他。有存你健康地卡，对不对？对。好，今天要内诊做乙型链条菌，帮我身体做。不要紧张啊。我觉得你比较紧张。好。但是你有没有舒服？不会。好了，你不会就好。阿宝，阿宝在动吗？我觉得他有一点在动。你这边凸起来啊。好。是在日本度蜜月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雪球，然后就帮他取名叫做雪宝，就想说，我们以后要是有宝宝的话，就要叫雪宝，因为他很可爱。刚好是在冬天怀孕，对，刚好是蜜月回来发现，哎，真的有了。然后那一天半夜大概3点多，然后就很想上厕所，然后就起来，然后就想说用验孕棒来测试一下，就发现好像就是有2条线，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验孕棒的那个显示的内容我没有去看里面的说明书，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叫我老公起来看，说哎，这2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说怀孕了。然后我们两个那天晚上就是我很高兴吧，就又很激动，然后又一片空白的，就没有再睡着了。然后就应该到3400、3500差不多。嗯，3400、3500，不要再打了。这次中秋节有克制他，不要吃太多。我没有吃太多。我会看情况啊，如果说宝宝越来越大的话，真的是大一两周、的话，可能说不定在预产期之前1周或2周，就看你有没有再痛，就早点生，然后甚至催生。如果没有都还好，就只有肚子大一点点的话，没有超过3500的话就还好，等着自己痛起来。嗯。那最后面我们当然希望开始可以多运动了，多走走路、散散步。去了医院3次还是4次了，才有心跳。那时候会觉得很兴奋。那时候真的就是感受到兴奋，就确定了这个小孩子真的成型。他有心跳了，他有在动了，然后才会觉得哎，有一个小生命在我的肚子里面，就觉得这个感觉很神奇，很特别。然后再渐渐的发现他的性别以后，就会对他越来越期待吧。想说，因为他是一个小男生，希望他以后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每天对他的期待都不一样。还是太会整了哈。嗯。爸爸的头颅。这上面是胎盘。
除了我最近做梦梦到我要生了。真的啊，这样很好啊，我也希望你早点生啊。哎呀，第一个足月了嘛，第二个宝宝够大了，第三个就是看什么时候生，37周是足月，37周你现在宝宝生减2900多3000左右，还不错了。就像预估，如果到40周的话，可能会到3400、3500，都比较大，所以希望是早一点生。待产是一个风险嘛，待产的时候，假如说是有什么状况需要剖腹，我们医生一定会跟家属讨论就要剖腹。那还有一个难产嘛，就是说。比如我们观察这个头一直下不来，或者是观察这个开的公分数停滞在那边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有开刀，这个都会我们医生的评估，到最后再跟你讨论。嗯，原则上就是朝向自然生去努力的。嗯，生产这个东西原本就是有一定风险的过程。其实我有自己想过，万一他生太久，宝宝生不出来，要剖腹就一定剖腹。万一坚持还要自然生，医生跟我讲说，孩子跟妈妈只能救一个。那时候我问自己，我自己的回答是，救妈妈。小朋友一直撑，然后时间就还蛮固定的，然后想说今天早上就来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进度，然后结果今天来看了以后发现进度一样，没有进展，然后就想说今天就让宝宝出来好了，不然他已经很大了，如果再拖到下个礼拜的话，怕到时候要剖腹就比较麻烦。你走啊，好好看。好，先去先去洗手。方便就多了，还好，下午应该就还好。休息一下，我看。谢谢。因为我刚刚听我们的预产期只差一天。27，然后我是28，对，然后比我们晚大概半小时进来的吧，对，可是他是在家就落红了，然后过没多久就破水了，就破水了，可是一到现在还没生。一大早那个麻醉科医师也来关心了一下，问我要不要打无痛，说应该会吧，对，他就说好。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好辛苦，好可怜哦。不管是谁都好，就是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讲话吧。他一慌张什么都忘记啊，他一慌张就会乱，他一点都不冷静。其实最大的还是担心他，很多人都会说会痛到忘记呼吸。我觉得他一定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进去辅助他。呼吸吗？好，不要忘记，就是好担心。那你脚再展开一点。好，对 ，OK， 好。好，上次跟你脚内诊几公分？1.5，差不多呢。还没有进展。进展有稍微慢一点点啦。第一胎嘛，对不对？第一胎本来就这样啊，嘿啊。那第一胎的话，因为他在产的过程当中走回来，然后还是一样没有进度，其实心里面很难过。就是想说，母亲好努力哦，我都已经去做了，怎么还没有进度？对，大概是这样，所以还要再等等，就继续加油。好，这次内诊你看就不管怎么样，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呼吸哦，你要教我，不要放影片给我看。
一下午就要去走了、哦、然后最主要让子宫颈比较软，然后收缩会越来越强，现在收缩还好，现在等一下收缩可能会越来越密，越来越密，你会觉得越来越痛、嗯、可能都要到晚餐以后再看效果怎么样。嗯，没那么快、哦、肚子最近要有点酸酸凉凉的感觉。好，慢慢吸。好痛哦。慢吸，慢慢吐。好，再这样，一直深吸。刚打完无痛关系，所以之后慢慢会比较缓解。哎，要么要慢慢睡觉之后就会好一点。对。不用紧张吗？我没有紧张。是不自主发抖吗？对。好，来，那你脚弯起来。弯不起来。好，那我帮你啊。好，看一下哦。妈妈的。好。没关系。妈妈的。一定会麻。妈妈的。一定会麻。现在的阶段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六公分啦。那宝宝胎头还是比较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平均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帮他做内诊的动作，然后看宝宝的进展如何。那子宫颈口到全开要十公分，他现在还有一段的距离。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他子宫颈口还没有全开的情况之下，如果不会痛，我们会先让他适当的做休息。
对，那他收缩其实也差不多两分钟收缩一次，这样的收缩其实是算还蛮好的进展。我要教你用力，你要手要抓着哦。憋着，头抬起来看肚子，向下挤大便的感觉来。对对对对对对，宝宝头在转哦，宝宝头在转哦，很棒。还痛吗？来，继续。对，宝宝头往下压了，来，继续用力。憋着，继续用力。很痛，然后就是一直，因为用力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宝宝的位置它是偏右边的，所以一直用力它都没办法出来。然后就是护理人员又帮我瞧另外一个姿势，然后要我侧躺，然后再继续的努力。然后那时候我老公是在我的旁边扳着我的手，然后。他就是教我一起呼吸，因为那时候已经痛到连怎么呼吸都不会了。我们再看看位置好不好？来，两只脚，对对，踩好了，对。好嘞，手抓着了，手现在子宫肌已经全开了，好。现在就这样用力了，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只能靠你自己了，可以吗？来来来来，来，继续，做得非常好，非常棒，非常棒，来，持续用力，很棒，宝宝头下来了，还痛吗？有痛，气憋长，你用力用得很好，子宫颈口已经旋开了，现在就是再让，因为他宝宝的位置有点歪歪的，所以我们先让他侧躺跟矫正一下位置，这样子，对，那所以再一下子。都有在进展内啦，对呀、啊，持续来，持续，头要抬起来，来，还有痛吗？那我们也碰过，就是在出，就是也是帮忙效果不好的时候，也有可能还是会剖腹。就只能安抚他吧，因为我们也能做的还是有限的。那他待产有超过你的预期吗？有，我原本想说他应该
开始痛了应该就会生得会比较顺利，就没想到用力用那么久。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可能歇斯底里崩溃之类的，就没有，他做得很好。宝宝没有力气的，然后加油，最后了哈，把他出来了，最后结束，把气吐掉来。好，来我们换口气再来一次，二三，拿出来，憋着，憋着，用这样简单的一样来，持续，很棒，很棒，很棒，好，持续。对，超棒的，好，好来再一次，一二三，吸，用力，加油，快喽，加油，加油，好，好，好，对对对，加油，好，来我们换口气，再来一次，好不好？很棒，很棒，很棒，没有力气了，好，没有力气了，我们伸肩膀了，你好棒，走出来，来，脚弯起来，脚弯起来，来，用力了，用力喽，不等喽。不用力的话，宝宝他还是一样在肚子里面，对，然后他还是一样很努力的一直在收缩。但是如果我也不努力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生出来。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起努力，然后一直每阵痛一次，然后就用力一次。再痛都要忍耐。好，换一口气。来，妹这边帮我推一下。一、二、三，加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很好，来。好了，恭喜喽！恭喜啊！56分，谢谢，56分，恭喜喽！辛苦你了。刚刚有一差一点就要哭出来，还好没有哭出来。其实还蛮感动的，看到我老婆这么辛苦，然后雪宝就这样子出来，就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这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当妈妈真的好累，好辛苦，为了把这个小生命生出来，可以忍受这么多痛苦。